ground shake.好，那我先买一下这个幻象。这个幻象呢的这台车真的还蛮有设计感的，而且开起来非常的顺啊。这次我给它用黄色好了。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来改装这台古罗蒂幻象。好啦，这个护具呢就不用多说啦，直接买到最高级，对不对？这刹车也是，保险杆有这么多可以选啊。哟，这个好像比较好看哎，换个这个吧。后保险杆有什么 ？OK， 就给它最后一个吧。OK， 然后引擎的部分就买就对了。哇，这个是碳纤的，我试试看碳纤的好了。等一下，按错。灯光的部分呢？OK， 涂装，这个绿色配啊，中间有碳纤维的就看不太到了，给它换一下好了。不对，应该现在就要换了。副色调引擎盖。红色配黄色其实也不错。OK， 这台车是我另外一台，直播那台，不过我现在换另外一台好了。这个黄色有点怪怪的。哦，这个也不错啊，美国航空队，用它好了。那颜色我给它换一个颜色，看看有什么颜色啊，亮金属，黑色啊，黑色好看吗？黑色还 OK 啊，对不对？不要，换一个。离开至地面出口，这个先试乘一下好了。我们看一下正前方的仪表板，后座椅